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当地独有菜系。我叫李振东，马来裔人，我是满族正黄旗。我做的八大碗，它必须得是八碗，九碗都不可以。它由蒸酥肉、蒸条肉、蒸牛肉、小扒猪手、扒肘子、小鸡榛蘑、四喜丸子、阿马孙肉等八种菜组成。满族八大碗为满汉全席之一，下八珍。满族地方风味记载，宴会则用五鼎、八盏，俗称八大碗。年节庆典、迎送、嫁娶、附加，多以八大碗宴请。八大碗技艺集中了切、剁、裹、揉、烧、溜、炸、蒸等所有的烹饪手法。儿子，这个得蒸到10800秒。八大碗亮相时仿佛穿上一层纱衣，淡雅朦胧，五味俱全，从视觉到口感让人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